肺穿刺活检痛苦吗？如恩医生特邀专家和平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。肺穿刺活检呢，是指的是应用 B 超的引导，或者是 CT 的引导下，用细针呢穿入病变的一个局部，抽取呢部分的细胞或者组织。 送病理学检查以获得确诊的这么一个检查过程。肺穿刺活检呢适用以下情况：首先呢是新发现的肺部的一个孤立性的结节,节或肿块，或者呢是一个结节,节或肿块在咱们多次的这个复查当中呢它逐渐增大，这个呢也是一定要去做肺穿刺活检的。再有呢就是没有恶性疾病史，肺部的一个多发的结节,节，或者是已知有。 恶性疾病，但是经过治疗以后疗效欠佳的这么一个肺部结节,节。第三种情况呢，就是经治疗以后疗效欠佳、持续存在的这肺部浸润病灶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纵隔或者是胸膜的病变。以上这四种情况呢，都需要肺穿刺活检呢进一步去确诊。肺穿刺活检最常见的并发症是出血，还有气胸，啊、呃，还有这种低氧血症。 等等，咱们在穿刺前呢，需要患者的的知情；穿刺过程中呢，需要病人去配合；术后呢，检查后呢，为了避免出血等其他意外，需要卧床二十四小时。